听得出来我的这个声音呢有比较颤抖一点，刚刚就在刚刚好这个7:58左右好发生了有感地震哦，这个震央呢发生在花莲的有感地震。那么我们看到聊天室里面大家呢也这个都醒来了，不管你是在睡觉呢还是你准备要出门上班上课，都已经感受到这个地震非常的大。那我们的公司呢现在是在这个6楼，6楼的感受呢就真的非常的明显。